为今天地分便是观色文化必亲自检点一脚一环同时来处不宁半息半立应念文业为坚以迷雾以丢苗无人卡以骨折诸方必须欠药便可切勿留恋气骨即已结欢好性情欲因失欲而精凡所如定修不应化恶物无良田三果六果是阴德之媒比例切交为归房之方东方无量准理切切切记严重多中随愿这时不可不行诸孙虽无定书不可不通其心不及强迫告诸要有地方莫担意外之财莫饮贵量之酒以见晓莫应无将班矣见强靠亲邻自家温顺切腹心家力无救下论上乖顺立见消亡兄弟兄弟诸分多润管中有内外以发色受严幸福言乖骨肉其实丈夫丈主宰不负庙不行人主介入的家宅不设重亲传协求协助不计何念见富贵之生享用者最可气无贫穷而作交台者见莫信其家在平常上即上香处世界多言言多必实不是势力而令逼孤寡无贪靠好是自杀生擒快撇自私非我必得非非自甘家道难行不力恶下救必受其累骨质脑神急切可相依听听发言也安置非人之亲属当今乃三书今书相经天地非我之不是是平心暗笑智慧无念受阴莫忘凡事当留一定必离不宜在恶人有虚情不可行多积心人有何患不可行虚行心先欲人权不是真仙恶向人低便是害恶见识而起淫心报在车路列愿而用暗心何言诸孙家门何孙虽用孙不给也有疑患恶可扎完即龙堂无疑祖地记录佛书记载圣贤为官精准军国修魂安民顺时听天为人欲处诸何经验诸辟罗书诸诸地家一言将好一点一点好我现在读三二经比较重我来看我们读
经一本有三字经无？看有三字经哦，好，来来来，现在到个三字经遐啊，哦，诶，有无？有来来，三字经一本敢有啦？哦，三字经起来用，三字经就起来现在用啊，好，大家拢有三字经的呢，哈。哦，班长江先生才有三字经的，不然我这本有的是讲大家要看，大家要看有三字经的哈。哦，安尼好啊，好，哦，哦，有三字经啊嘞，好。哦，大家好啊，各位青年，大家好，咱今嘛就要读三字经。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过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色名妙，得人处。志不合，断其途。道厌三，有义方。教我主，免苦扬。用不教。夫之过，教不严；师之惰，智不合；非所宜，犹不合。若何为？用不道，不生气；人不合，不知义。为人子，忠孝事；亲疏友，习礼仪。用求仁，仁恩惜；孝义亲。多动机用数学零用的第一种以先低就好地处见文低摸索是摸文一日心心一变变一千千一万三载家天地人三公家日月星三公家君臣义父子亲夫妇孙月春夏月秋冬处暑时云不强月南北月西东处暑风应河中月最风木金土，诸五行，本何数？十干净，家之贵，十二基，自之害，发风德，日所点，发七德，当中权，七德下，混乱极，五中华，在东北，发江河，发淮泽。诸事德，最之奇，发大华，将行贤，诸五岳，山之名，发树龙，发公商，诸事民，国之良，发仁义，礼智信，诸五常，不用问，地所生，有草木，出植物。天罪孽，有虫虎，有鸟兽，诸动物，人非祖，多鸟兽，灭兽疾，诸六国，人所食，马牛羊，皆犬畜，诸六畜，人所食，发喜怒，发哀哭，爱恶欲，七情苦，清七红。一色色，诸五色，木所色，生苦甘，一心寒，诸五味，口所含，真假香，一心嗅，诸五嗅，必所嗅，所土极，木色金，四五浊，乃八音。